奥拉尼多，奥罗，奥罗哈 ，everyone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尼亚，尼亚加拿大瀑布，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。我们现在已经上到了最高点了，再向上，这里是这个观景的平台。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景色，瀑布非常大。到的水雾非常大，刚才我们是坐船下去，19.25块，然后在这边拍的，非常棒的景色。有如仙境一般，在这边。Can you please help? Yeah. 好，我们现在可以过去了。老弟，后面。现在可以一步下去了。那边是个景点，好，我们过去。Let's go, mommy. Let's go. You're right there. Excuse me. Thank you.
Thank you, sir. You're welcome. Please come.所以趁健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多走一些地方，多跑一些地方，都可以轻轻松松的上上下下。Excuse me.脚不轻松的往上上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！这个景色是非常棒的啊！美女，给你们照张合影来。来，照张。我看你们也吹了，我就没打扰你们。来，用你们相机都可以，都可以。这个吧。嗯，好。看这里啊。不，我们站在这儿，然后。没，先在这儿照，先在这儿照，然后对啊，先照这一张，先照这一张，你现在没有人。你先照这样，来，你先站这儿。啊，先照这一张。没人了，我走吗？来，看我这儿啊！哎呦，天哪，这人！呀，先照这一张啊！好了吗 ？Thank you。等一下。好。Thank you。来，再接着拍。是。接着在这儿。在这边瀑布这边。好，你那外套脱了吧，你那个脱了，都穿风衣，都穿风衣，不穿都不穿，包现在放到这儿也安全。啊，好了好了好，你看这才协调，知道吧？要不是那个不协调。好，这张照不行，怎么回去？谢谢。最后一张，你要最后一张不行。你们要不要拍？好，拍一张。你是不是把上面都玩完了，下来了？好，我上去，我看你们在那吃饭吃的比较长，没大吃了，我的摊子一开，没大吃了，上面景色更好。能帮我拍一张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要不要帮你拿什么东西？你帮我拿这个就行。拿这个是吧？给这。看着这个景行，你一直在录吗？啊，在录，看着景，不要过站了啊。
专业的。还是到上面来跟你拎酒，帮他拿着这个。他们下一起拿着这个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下这个床。你看这里的人，好。多么幸福一家。嗯。好的。哇，真棒。拍的真好。谢谢你啊。拍一张吧，在这拍一张。摄影师来了，专职摄影师来了。你再站到这儿。站这儿的话。站这儿拍这边。主要要那几个勾那几个楼了。我下来一点，你站上面。要不要去加拿大？你没去加拿大吗？我带着绿卡就可以过去了吗？是又一船人来了，所以我们要离开。Thank you。小朋友鞋怎么变？最美的景色是人呢，就是啊，你到别个地方看看人是怎么样。告别这个地方，往回走了，拜拜。